国外中文意思大不同，点点名竟拿来骂人。就有一个适应生，带着一个鸡蛋糕呢，他就经过我们的桌子，外国朋友呢，他就指着他很大声的说：“哎，鸡蛋糕！”全场的人就完全安静了，看着他。在马来西亚，鸡蛋糕它是脏话的意思。那听到鸡蛋糕这么害怕，那听到小朋友在那边城门城门鸡蛋糕36码。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2分之1强。